今天的话，这场武汉对上海申花的比赛是放在江阴市体育中心这个比赛场，没有放在昆山。上一场这个上海德比，不是上海德比，应该是上一场这个申花跟这个国安的比赛是放在了昆山的一个体育场。今天这个早场是放在了江阴体育场。感谢这个去年网恋被骗八千送的这个小跑车。666，我没想你还有钱呀，放好久了，我操。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这个武汉这边也是主力进出啊，这个上了埃弗拉，还有尤文阿金跟姆比亚三个外援。上海申花这边的话，上一场表现非常好的莫雷诺跟金星玉两个人继续首发顶在锋线上，中场今天上的是弗朗西斯、吴曦、曹云定跟彭新力。后卫线上今天上了约尼奇、冯潇霆。右边后卫已经是给到了赵明剑，左边后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U23 的这个温家宝。前锋的话今天是用了李帅，申花今天是还是把这个张璐啊、秦升啊、朱宝杰跟这个于汉超都放在了替补席上。上一场表现也还可以的这个阿德里安啊，今天还是放在了替补席上。巴索科也是啊，看得出来这个崔康熙没有对上一轮战胜国安的这个首发阵容做太大的变化，比第一场更要集中的这样的精神和注意力的话，相信可以打出一场不错的比赛。首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教练认为球队的赛季目标是什么？우리시즌의목표는무엇으로만들고싶어요？일단3위안에드는게목표고，뭐선수들이그지금어떤팀하고경기를해。这场比赛的赛前，莫雷诺在场边领取了中超官方评选的第一轮最佳球员的奖杯啊。第一轮最佳球员的这个奖杯是给到了莫雷诺。莫雷诺第一轮的话，所以相信球队可以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听不到声音吗？南北你是不是聋了小伙子？我这边声音挺正常的啊。你好，李少峰指导，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球队的备战情况。主要以调整为主，因为比赛还是有点密度。这小伙子，你那嘴还挺硬啊！看到了很多武汉的球迷已经来到现场，最想跟对现在采访一下李少峰。第一轮武汉是。好，感谢李指导。今天卡里索没有进入武汉的大名单，上一场是因为他跟这个董春雨相撞受了伤。申花这边也是一样啊，上一场表现还不错的这个曾诚啊，曾诚今天也是没有进入大名单，据了解是因为曾诚的背部有伤。那这样今天这个要看看李帅能不能比较好的顶替曾诚这个作用了。这个赛季曾诚跟冯潇霆已经是从恒大那边买断过来了，上个赛季是属于租借的这个情况。哟，这个江苏当地的小妹妹还挺漂亮的，这时候上个赛季是租借之身啊，碰到恒大还是有回避的，
那这个赛季是完全没有回避的状况了。申花这个赛季的话，整个转会市场是非常健康的，基本上没有花钱啊。这个从河北的预备队撸过来的这个金洋洋，又从这个大连的预备队撸过来这个薛庆浩 U21 的这个门将，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曾诚跟冯潇霆，这个赛季是属于免签过来了。由于这个苏宁啊这个财政的问题，无锡也算是回到了自己的老东家。现在无锡32岁，也算是正当年，上个赛季在中超的这个最终的大决赛当中也算是本土球员啊发挥最好的那么一个。同时呢，现在还有这个巴索科跟约尼奇，只有这个阿德里安现在是所有权不在申花这边，属于是从重庆那边租借。重庆现在头两轮这个情况不是很妙啊，头两轮现在重庆是还没有开壶，所以说看看在下一阶段，如果说根据这个球队的需要，有可能阿德里安还会被重庆再招走。刚才有朋友问我说今天这场比赛是怎么推荐啊，这场比赛我是比较看好上海申花可以延续上一场这个击败北京国安的那个状态，继续拿下这个武汉，而且这个进球我是看好能大于2.5个的。转出的球员哈，这个赛季申花把这个24岁的这个中场重振，上个赛季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打上比赛，给到了武汉，然后就是这个曼联租过来这个伊哈洛，因为他这个工资啊非常贵，周薪是在30万镑左右，所以说这个。然后是选择了放弃，把伊哈洛还给了曼联。另外就是利鹏给到了这个南，这个就是放到低级别联赛。整个转会市场上，申花是没有什么花钱啊，非常健康的一个转会市场。再看看，给大家说一下武汉这边吧。武汉这边这个是从中甲的这个黑龙江槟城免签了这个尤文阿金，这个是属于自己比较能搞的。还有上个赛季申花的姆比亚也算是回家了，从这个一度传出要解散啊，天津现在属于说是临时赶鸭子上架，重新回到中超。但上个赛季一度传出天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在中超待的，所以上个赛季赵宏略也放了，现在赵宏略是可以在武汉踢，挖来了董学生，从这个鲁能这边租借了这个 U21 的令国玉，从这个左耳的自己的预备队啊调了这个，武汉还是跟上个赛季的这个水平差不多啊，没有。虽然说没有提升，但是整体的水平还是保持住了。个人看法的话，很多人在第一场这个申花打，就说这个申花要夺冠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现在讲能不能夺冠，崔康熙对于这个申花的改造已经算是很成功了，在几个主流的这个球队当中啊，应该来说。申花的这个整个阵型打法还有这个战术都已经啊，不像国安啊，昨天国安输了以后，大家也在一再提起这些年国安这个教练换得太勤了，这个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还有教练的这个精神一直在变。武汉今天还漂亮呢。比赛是定在5分钟。
冯潇霆跟这个李壮泰，李帅还是有点压力的。包括在这个阿金后面，还有这个上个赛季表现非常好的埃弗拉。在直播间的小伙伴还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给大家推荐是2.5大。加一下主播的字15755。上一场约尼奇的这个表现还不错，上一场实际上是约尼奇来到这个从大阪樱花转到上海申花以后的第一场正式的中超亮相，表现还算是不错，最起码上一场大部分时间当中北京国安的这个队员是没有在他身上讨到什么便宜。约尼奇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他这个刚好30岁，这个年龄正是正当年啊。没有加 QQ 的小伙伴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 24415755，24415755。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中场的这个艾迪的表现啊。上一场艾迪表现非常的稳定，在申花的中场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屏障，多次受到北京国安这个中场球员的这个侵犯。看一看今天能不能延续上一场这个良好的表现，跟这个上海上港的这个中场阿布杜拉两个人比一比啊，一个选手，一个是混血黑人的选手。现在是场上，这边是姆比亚，这边申花的今天队长是给到了莫雷诺，两个人在前场这边交换了下对标。应该是给申花这边球权了。看一下今天的首发，武汉的首发守门员是16号董春雨，后卫线上上了这个廖军健、姆比亚、赵宏略，明天中场放的埃弗拉、田一农、李航跟这个方浩是 U21 的选手，前锋线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尤恩、阿金跟叶重秋。好的，现在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上半场是由申花这边先开球，申花今天穿的是他们传统的这一身蓝色的球衣，武汉今天穿的是这个荷兰的那个橙色的球衣。
老将李帅，看看在曾诚不在的时候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啊。好的，裁判看一下表，吹响了今天比赛开始的哨声，这样上半场这边是由申花先开球。昨天上港的比赛啊，开球以后特别快啊，第一个球是不到一分钟就进了，然后第二个球洛佩兹那个球也是三分多钟又进了一个球啊，给了上港一个梦幻的开局，要不然昨天其实国安后面的状态控球率啊实际上也不错。艾迪未来这个国家队的中场双屏障，看看能不能用艾迪跟阿布拉罕两个人，啊，年龄也不错，这个身体素质跟欧美的选手也是可以拼一下的。在我看，就是我同时播了这个上港的头两场比赛，也播了申花的第一场比赛，感觉到这个上港的这个后防线啊，跟现在这个申花的后防线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啊。上港只能说这个前锋线上这个是特别强，但是后防上比现在这支申花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说现在太早，说哪支球队有冠军相有点太早，下一轮这两支上海的球队还会直接碰面啊。这个中超头三轮是给了很多重头戏，包括广州恒大打这个山东鲁能，申花打这个国安，上港打国安，还有包括这个广州德比，第三轮还是有重头戏的。第三轮直接两支上海的球队就碰撞了，而且两支球队现在状态都是非常的不错。先看一下李帅这个球，哎呦没有拿住，好危险。李帅是九输战阵，这个差一点啊。其实原来李帅就是有这个毛病啊，他这个高球接高球不是特别的稳啊，刚才差点又闹了一个笑话。上半场一开始双方节奏都打得还是比较慢的。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想参与赛事竞猜的，可以加上主播的 QQ 24415755，24415755。看一下武汉这边，申花的抢断，哎，但这一下裁判是吹了申花这边的犯规，曹云定吧。埃弗拉是非常激动的抗议，哦，刚才那个犯规是温家宝啊。对，这个球到禁区里面，这个球看能不能传出来，在申花两名队员的包夹之下，这个球是造了一个角球，要特别小心埃弗拉在边路的进攻啊。上个赛季埃弗拉靠着自己这一招先啊，还是助攻和进了不少个球的。黑人球员的这个爆发力和突破能力是特别强，而且埃弗拉这个脚上啊不是很糙啊，
头球又危险，上半场刚刚开始四分多钟，武汉进球了，进球的是姆比亚。这两天这个中超的比赛进球都特别早，看一下这个角球，我刚才还说到这个李帅啊，他比较怕这种高球啊，说什么来什么。这个不过这个球确实顶得也特别好，挂了一个死角。进球以后姆比亚是按着手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申花的旧将，所以自己他也是没有庆祝。这样今天武汉取得了一个梦幻的开局。这样申花这个今天这个局有点难了啊。丢球丢得太快了。不过还好这个比赛刚开始，昨天国安一开始连丢两球，但是后面一度都有机会扳平的。看一下这个球，希望申花这个队员们赶紧醒过来啊！昨天国安就是一开始啊懵的时候，还没有进入状态，砰砰丢了两个球。这边申花也争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啊，在这里再给这个抓饭直播间和这个油管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们问个好，看一下申花这边有没有机会。这个角球实际上发的还是蛮好的。再来，禁区边缘，面对武汉的防守，扣过来，想射，但最后这脚球是没有打上力量，来自于莫雷诺的这脚射门，这个球盘球盘着盘着，自己队长袖标都掉了。上一场比赛莫雷诺发挥是非常的出色，是申花拿下北京国安的这个头号功臣。再看这边武汉又卷土重来，边路这边直接传球，再来这脚射门，埃弗拉这脚球没有吃到部位啊。实际上这个传球传过来这个线路跟高度都是蛮好的，最后埃弗拉这脚打门啊没打上部位。崔康熙今天脸有点黑，这个丢球来得有点太快。原本以为今天是一个顺风局的，没想到今天这个局一上来以后先丢一个。曹云定在两名包夹之下，这个球曹云定往中场这边带被断掉了。哎呦，这个在这个比赛的同时啊，先看一下这一脚传球，这个球传的还是位置还是不错，是跟进的球员没有到。刚才这个体坛周报也报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全中国国足和这个辽宁队的队长张恩华今天是逝世了，这个岁数非常小啊，张恩华才四十几岁啊，48岁。看一下调整，直接一脚射门，曹云定这脚射门没有打好。这个在运动员来说，这个岁数太年轻了，40来岁。张恩华也是特别出名的，外号小黑，原来在这个辽足的话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张恩华应该也是万达的。
崔康熙做过美颜啊。崔康熙这个肤色啊这么黑的话，其实在韩国人当中属于是最黑的了。一般韩国人是脸庞大，但是偏白一些。崔康熙这个肤色有点像东南亚的肤色。再来，申花这边还是有机会的啊。这段时间申花是觅得了不少，哎，这个球在禁区里面，裁判是示意没有犯规，示意申花的球员赶紧起身。申花这边逐渐是把场上的这个节奏打快起来了。再来，这个球传大了。今天到现在为止，吴曦还没怎么露脸啊。李霄鹏，上一场这个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啊，李霄鹏罕见的没有用这个地方话，这个山东话来做这个记者发布会，讲了全程的这个普通话，大家都诧异啊。申花这边再来，金信玉拿球做给曹云定，再传给金信玉，金信玉自己带，再给到曹云定，两个人，曹云定能不能晃开？往禁区里传，第一传没有传掉，再来这脚传球是打的，哎呦，这个球虽然说传的时候力量也不行，角度也不行，但是武汉的后卫这一下是不敢贸贸然的让这个球放过去啊，把这球开出了底线，但是申花又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联系方式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联系方式。24415755，24415755，加一下主播的 QQ， 看一下申花这个小球。哎呦，金信玉这个球应该要进了，这一脚球太漂亮了。武汉的守门员贡献了一个神扑啊！再来，申花这边进攻打的还是很有。再来，莫雷诺的射门，擦一下，这一脚球是擦门而过啊！这个球太有机会了，刚才先看看刚才金信玉那个倒钩吧。哦，是莫雷诺的倒钩，我看的个子高，我以为是金信玉呢。第一脚就是莫雷诺啊，莫雷诺连续两脚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射门。再来，虽然说申花现在暂时在场面上是落后一个球，但是我感觉今天申花这个比赛要扳平问题不是很大。冯耀庭这个球没有越位，哎呀，但是最后这脚球没有调整好。赵明剑他可能也是以为自己越位了，还是刚才确实已经吹了越位了这个球确实已经越位了，那没辙，后面实际上莫雷诺已经跟上来了。哎，这个球可能要给牌了吧，在裁判面前这个犯规的动作有点大。上一场这个艾迪被侵犯的次数就特别多。赵宏略要小心啊。
一下，裁判是就在眼前，没有吹犯规。冯潇霆，这个赛季金信玉好像还没有开张啊，看看我们今天信誉欧巴能不能开个张啊。先看一下阿金，阿金这个块头是特别大，这边埃弗拉又被吹了犯规，感觉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申花还是有机会把这比分先给扳平掉了。申花这边的进攻，这个球身后传得很好，禁区前沿没有抢到这个头球的低点，但是球还在申花脚下。再来，这个球有手球的嫌疑吧？没有啊，扣过来，再来，艾迪跟埃弗拉两个人拼在一起啊，艾迪的这个身板比起埃弗拉来说还是单薄了一点。武汉在开场马上进球以后，这段时间是打得有点被动了。这是刚才武汉的进球，这个顶的角度没法说啊，这个角球角度确实很刁。哎，这个球犯规了吧？啊，今天裁判好像不是很舍得掏牌啊。先来看一下武汉这个定位球怎么罚，哎，这一下自己跑的竟然拐到了。曹云俊上半场的这个跑动距离是很大的，这样对球员的自己的这个体力损耗也是很大。这个球没有犯规，没有犯规。这一次裁判是掏牌了，胡锡吃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看一下这个球的慢镜头，哦，这个球黄牌无疑啊。直接给武汉的前锋叶崇秋给干翻了。再看一下武汉的这个定位球，距离的话直接射门的话是有点远啊，但是武汉禁区里面这三个黑人前锋啊，黑人选手都是有一手的头球啊。啊，这一次李帅终于是把球牢牢的抓住了。
哎，看一下这个球，很好的机会，最后这个传中慢了一步，被武汉的队员给挡出了底线，这样是申花又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刚才传球的是彭新立啊，彭新立也没想到这个球能漏到自己脚上，所以是犹豫了一下。上半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哎呦，这边双方的这个袁立奇跟这个姆比亚两个人是搂在一块了。角球开出，哎，守门员第一时间没有没收啊，跟金星宇好像撞在一块了。看守门员董春雨，这一下好像是磕到牙了。这个詹华曾经还是，就刚刚去世的詹华曾经还是大连实德跟这个中国国家队的双料队长啊，代表中国是参加过韩日世界杯的。2016年开始，詹华是成为深圳佳兆业的领队兼中方教练。看一下这个角球开出，这个头球没有人抢到，袁立奇去追，慢了一步。两边的比赛啊，因为这个犯规也有点多，导致这个比赛的节奏有点拖沓了。现在你看两边的犯规已经有9次了，申花这边5次，武汉这边4次。哎呀，这个球，球员之间缺乏一点默契。
好的，看一下申花这一波的反击，这一次速度很快，曹云定突到禁区里面传，最后这脚传球是被武汉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这个球改变了线路，直接被守门员董春雨拿住了。啊，传球的瞬间，这个曹云定是没有越位啊，而且这个球跑得非常的好。如果能再早一点啊出脚，把这球往中路去横传的话，效果会更好。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想参与赛事竞猜的，可以加上主播的 QQ， 244-15755，244-15755。武汉的进攻。看一下，今天阿金还没有什么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艺啊！小心这个球，转身，转了个脚，上半场角球次数好像很多了，有五六角了。危险！申花这个角球看得有点吓人啊！啊，不知道什么样感觉啊，反正看到李帅守门的时候，跟看到曾诚的守门的时候啊，这个心里的感觉总是差一点。曾诚感觉在门前，我的心里的这个感觉更踏实一点。这个球强行抹过去了，能不能传给金信玉啊？金信玉一直在这等球的，赵明剑这个球稍稍有点毒了啊。申花这边的定位球，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半个小时，看一下曹云定这个定位球，球还在申花的脚下，曹云定再传，哦，这一下莫雷诺认为这一下是点球，裁判也是果断的指向了这个点球点，这应该是一个点球。武汉的多名球员啊在抗议，包括姆比亚一直示意这个第四官员要不要看一下 VR， 但是我看这个球应该莫雷诺是一个点球，没有问题啊。上半场比赛半个小时啊，刚好半个小时，申花扳回来的机会啊，看一下
姆比亚倒下去了，最后是压到了这个莫雷诺的脚啊，手上动作，哎呦，这还说这个动作真不是特别大，但是姆比亚冲过去这个动作啊，整个人的身体跟这个惯性，硬生生的是把这个莫雷诺给带倒了，能这么说啊？看一看最后裁判是怎么认定，这个今天的主裁好像是到现在都没有看 VR 的这个意向，那应该就是决定这个坚持自己的原判了。感觉这个莫雷诺更像是被姆比亚这个惯性啊和整个人的身体给压倒的。看看申花这边谁来罚这个点球，给到了这个20号信誉欧巴来罚这个点球啊，看看申花有没有机会扳平比分。金信玉是看了一下场边崔康熙，选择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动作，哎呦，这个金信玉最后这个球进了啊，感觉金信玉这个动作有点怪啊，这个属于说猫着腰慢慢往前走的这个罚球的动作。这样金信玉也打破了这个赛季的进球荒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金信宇最后是打了一个中路，这个球是骗的守门员往左边扑了。比亚是自己进了一个球，自己再造一个点球，一攻一过，两个也是抵扣了。当然，这段时间双方这个小动作不断了。加上言语上的争执，比赛的节奏也因为这样子啊，变得经常被吹停，影响了这个场上的这个比赛的流畅度。对，武汉刚才防守金信玉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动作，冯潇霆来罚这个前场的任意球。这边姆比亚跟莫雷诺还在这个不依不饶的吵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这个姆比亚跟这个莫雷诺，这个真的是两个是老队友了。前一个月才刚刚从这个申花去到武汉，这边现在就开始闹这个不愉快。啊，前方的视频源现在是有点卡，我给更新一下啊。好的，现在看一下冯潇霆来罚这个定位球。信号是突然间有点卡，真的是。这边是莫雷诺又倒地了。在这个阿金跟这个
穆比亚两个人的盯防之下，什么缘故？这个一整场这个信号都非常好，怎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开始卡了？应该是信号源的原因啊。上半场比赛打了36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1-1。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主播的 QQ 是244-15755，244-15755。看看申花进球之后啊，哎，这一下是带到了姆比亚，是彭新力刚才这一下的防守。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申花有没有机会把这比分给反超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机会的。莫雷诺拿球挑传，又给到曹云定，这个球被武汉的这个后卫识破了。再来这一下，在裁判面前对着姆比亚犯规，给到艾迪一张黄牌啊，不是努比亚，这一下是侵犯了埃弗拉，埃弗拉是回到了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协助队友来拿球，被跟上的艾迪直接一脚给铲翻在地了，这一下埃弗拉也演了一下，这样今天申花的中场艾迪跟吴曦两个主力都背了一张黄牌了，下面这个半场的比赛要打得格外的小心啊。阿金好壮啊，拉都拉不倒。再来这个球传过去，在禁区里面扣过来，小心，踉踉跄跄，最后这个球是摔倒了，被艾迪把球给带走了。曹云定传球有机会，看一下申花这边的反击，3-3，曹云定速度非常快，传到禁区里面，哎呀，没有突过去啊。最后这一下姆比亚在这个后防上这个作用还是凸显出来了，两个人不要争执，双方这个打的火药味有点浓了，现在彭新力要小心啊，这个申花几个中场都背着黄牌的，他如果再老搞一张黄牌，后面如果碰到这个快速反击啊，中场几个队员谁都不敢有大动作了。武汉这边的教练席上也是有点低低叨叨的，
所以裁判室也跑到这个教练席那边去警告了一下，看一下。阿金在上半场啊，比起这个埃弗拉跟这个姆比亚，显得没有那么有亮点。看一下，哇哦，这一下速度好快，小心！在最后一下，申花的防线还是顶住了这个压力啊！看一下申花这边的反击，杨廷大脚开过去，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43分钟，但是应该会补个2-3分钟时间啊。上半场有两个进球，而且这个双方争执的话，受伤也是耽误了一点时间，正常应该要补个2-3分钟的。相比这个欧美的那些教练啊，这个崔康熙还是更，可能是我个人觉得更适合中国这个足球的土壤和这个中国足球这个氛围啊。现在在这个中国中超这些洋帅当中，崔康熙算是比较成功的。像卡纳瓦罗已经不知道被骂了多久的这个叫菜卡了。武汉这边的进攻给到了阿金，阿金脚后跟停给了埃弗拉，埃弗拉再传给阿金，两个人做一个配合，球传出来到差一点又给到了埃弗拉，这个头球埃弗拉确实头球是差一点。再来队友扣过申花的防守，再给到埃弗拉，埃弗拉拉出来这个球传了，跟队友做了一个撞墙配合，看一下埃弗拉这脚射门有没有机会，打在了艾迪的身上，球权还在武汉这边，看一下埃弗拉这个球怎么处理。再来一脚射门，这个球李帅立功了，但是小心补射啊，这个时候冯潇霆及时出现把这球给捅掉了。今天比赛这个信号源总是在关键时刻卡，关键时刻不能落。再来。转身是不是给到队友这边，艾迪要赶紧把这个球开出去，上半场比赛已经到了补时阶段了啊。给了2分钟的补时，
陈花的传球，破坏掉了，这样上半场比赛应该就这样结束了。哎，这个球还拿住了，看一下申花这边最后的机会。哎呀，这一下没有停好啊，莫雷诺。这个球对莫雷诺来说应该是有机会的，莫雷诺最后这脚球没有停好，踉跄了一下，被武汉把球破坏掉了。廖军舰吧，刚才是廖军舰倒地把莫雷诺这个球给破坏掉了，这样上半场是打成了1-1。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看下半场比赛直播。啊，廖军舰是整个人不管不顾了，横着挡住了莫雷诺这个去路啊，同时把这球捅给了自己的守门员，在最后的时候力保这个武汉球门不失啊。
下半场李霄鹏指导还是第一个回到赛场上来的。李霄鹏指导跟这个詹华还是做过一段时间的队友的，不知道对于自己昔日队友的突然离世啊，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慨。申花下半场的话应该会延续上半场后一段时间这个进攻的节奏来打，但是要注意在这个两队的拼抢当中啊，一定要减少自己无谓的这个犯规跟这个过于凶狠的这个动作，因为现在无锡跟这个埃迪啊都背了一张牌了，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后腰一个是进攻型中场，他们在场上的位置啊又没有其他的球员可以更好的替代他们，所以说他们两个应该在场上最起码还要再踢个二三十分钟，这个只能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跟场上的这个动作，千万不要再吃到牌了。上半场这个武汉这边也是一样啊，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这个莫雷诺，还是给到了莫雷诺非常多的机会的，不管是高球还是在这个禁区上，像上半场最后结束的时候的那一个单刀啊，如果不是武汉的后卫拼命的回防，那个球给莫雷诺起脚的机会基本上十之八九要进了。直播间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就是直播间那个春花发的那个 QQ 啊，24415755，24415755，加一下主播的 QQ。申花手上还是有握着几个有用的换人名额啊，现在申花这边的话下半场阿德里安也可以上，如果说是怕这个艾迪在吃牌啊，可以把阿德里安换上来顶一下，包括这边这个前锋线上可以上巴索科，巴索科上一场就是没有给他首发，今天还是给他继续在替补席上待命，在这个前面如果消耗了武汉的这个后防队员比较多的体力的情况下，可以让巴索科再上来用他的速度再冲击一下。好的，下半场开始，申花这边率先发难，哎呦，直接这一脚球是选了射门了，这个球有点不理解啊，曹云俊中场下去以后感觉有点拖大，这个球这个浪费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啊。艾迪给到金星玉，再给到莫雷诺，还是回给曹云定。今天曹云定的比赛当中啊，在他的这个左边路这边打的是非常的活跃。再传，这一球传球的最后的落点不是特别的好。阿金这个球强行的转身，但是分给队友以后马上被申花这边抢断过来，
今天温家宝的犯规也挺多的，但是现在温家宝还没吃过牌。阿金把这球分给了队友，传，这个球传的有点大，温家宝把球拿住，直接大脚开出去。彭新立给温家宝，再给到曹云定，哎，这个球没有传好啊。啊，你找老王有啥事儿吗？看一下，阿金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球位置的话没有阿迪卡的好，最后是手上推的。来，这一下阿迪在边路拿球，能不能扣过去？没有抹过去啊。赵宏略今天在边路的防守还是可以啊。阿迪这球选择了回传给李帅，李帅大脚开出去以后，在中场这边双方又有球员倒地了，这一下是谁呀？可能今天埃弗拉跟姆比亚两个是轮流在这边倒地啊，这下好像是埃弗拉，哎，是姆比亚。这个球应该是姆比亚自己摔到的，他从背后啊，而且是这个胳膊是顶住了这个吴曦，结果自己是摔倒了。武汉这边准备换人了，准备换上11号黄子昌，换一个前锋。换下了李航。小心这个球。申花在禁区里面连续几次没有及时把这个球给解围掉啊！在边路这边盘，这个球能不能传出来啊？哎呦，抹过去了，小心！最后摔倒在申花的禁区里面，但是裁判是这个球肯定不是点球啊。
给到了武汉这边一个角球的机会，要小心啊！上半场丢的就是这么一个头球，你看李帅这个球都不敢直接用手抓，还是选择用拨了一下。这边是彭新力被两个武汉的球员包住啊，这个球被拉倒在地。啊，直播间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2441575，2441575，这边姆比亚又倒地了，今天姆比亚真的是戏有点多啊。看一看这个球慢镜头，啊，这个球无锡肯定没有犯规的动作啊。这样申花的角球。注意莫雷诺跟这个金信玉两个人的都是有一个身高的高度优势的。传了这个球，彭新力在等球了，但是曹云定就是不传了。曹云定今天这个有几个球处理起来是有点毒啊。看一下武汉这边的反击速度，袁立奇这一下卡位是卡得非常的好。再来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姆比亚的犯规。莫雷诺给到了彭清理，直接一脚远射，这一脚球其实射的质量非常的好，但是武汉队的守门员也是非常的专注。武汉这边的反击，前场3打3了，这个球其实可以传给阿金啊，犹豫了，但是这边给到队友这个位置也不错，传。这个是谁呀、啊？是黄子昌吗？还是谁？没有看清楚，好像是黄子昌啊。哎，不是。方浩。最后这脚射门是打在了边网上。实际上，刚才那个球给阿金，可能我感觉啊，位置会更好一点。申花在中场这边拦球，拦住下来看一下，做一个配合，这个最后这一脚没有传好啊。武汉是已经换人了，但是今天崔康熙到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实际上崔康熙手上还是有几张拿得出手的牌的。李指导也是很淡定。阿金，艾迪这个球选择自己带，给到莫雷诺，莫雷诺这一下是回撤的很深呐、啊，一直撤到了本方这个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好的，这个球给到彭清利，很空这一边传。彭清利这脚传球传的有点大了，之前的跑位跟最后的这个传球的线路啊都是非常的好，传球这一脚是力气有点用多了。把赵明剑急的
申花这边是准备换人了，准备换下于汉超。于汉超的话，看看会换谁吧。无锡的传球，曹云定，好的，可以啊，这一下无锡传给队友，直接脚上面球进了，漂亮。下半场58分钟，申花2-1逆转了比分，来自于无锡的一脚传球。给到了今天比赛表现都还不错的曹云定啊，应该是曹云定进的大花背啊。这样今天出盘跟大家推的这个2.5大是已经穿了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球无锡也是很无私，实际上无锡自己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射门的，他选择把球拨给了队友。哦，跟他进球是彭新立啊。这样申花今天是有惊无险，虽然开赛以后很早就丢球了，但是经过全队的努力，终于在下半场58分钟的时候把比分给逆转了。埃弗拉再分给队友，中路有三个人在等，看一下阿金没有抢到这个头球的这一点。禁区里面申花这边是谁倒地了？好像是无锡啊。
武汉这边一口气要换三个，看一看换谁啊？准备是辽鹏哲老师准备让队员出来拼一下了。十七号换26号，是换下了埃弗拉，上这个中场刘云。18号换29号，这个等于是。上李新奇，方浩其实还有体力啊，这个照吧，方哎这边这个球。申花这边是姆比亚，这个球传给队友，这下轮到这个武汉这边急了。之前的话如果说是1-1，对于武汉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再一次开出来，这一次李帅又是及时出击，把球拿住了。还跟这个李帅跟赵明坚俩转在一块了。比赛到了67分钟，场上比分还是2-1。上海申花领先，今天申花这个2-1来之不易啊，这个开赛不久就先丢了一球。
再来。崔康熙脸上这个神色还是非常的凝重啊，啊，在他看来，这个2-1的比分对他来说还是很不保稳的。今天武汉并不是没有那个还手之力的。好的，申花在中场抢断，看一下莫雷诺这个球传不传得出来，传出来了。哎呀，这一下是没有站好啊！刚才那个球是巴索科传球是非常的不错啊。我们今天可以重点看，我感觉啊，巴索科可能他在申花的这个首粒进球要来了。温家宝传。这个球虽然说是传飞了，但是又被莫雷诺捡到了，再给到巴索科，巴索科面对武汉的防守，这个球被断掉了。看一下前场这边2-3，武汉的几名本土球员都冲上来了，这个球传身后，啊，但是这个连续两脚传球啊是没有传好。申花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回防回来了，错过了这个最好的快速反击的机会。能追特二吗？刚才谁问我特二？刚才是我卡了，这个刚才是我直播间卡了，因为今天这个信号源确实有点。看一下明天，哎呀，这个球危险，在最后一下。赵明剑立功了，把这球给捅出了底线。申花要不处这样啊，这个巴索科其实很需要这么一个反手反击的机会。如果是武汉围着这边打，万一给巴索科啊传了一个球给突出去了，有一个单刀的机会，这个就是巴索科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啊。先看一下这个角球，哎呦，这个球很危险啊！但是这个球之前，这边是武汉队又犯规了，申花这边哪个是谁倒在地上了？好，这一下申花的所有外援今天上齐了，准备上阿德里安，换下了今天全场表现还不错的莫雷诺。莫雷诺上半场在申花落后的时候，在禁区里面面对姆比亚的拼抢争到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是由金信玉罚进，给到了申花扳平的机会。看一下莫雷诺下去以后上阿德里安，明显是想加强一下中场这边的拦截能力跟防守。这边是巴索科被侵犯倒地，阿德里安反抢之后把球给巴索科，巴索科在武汉两个队员的包圆之下受伤倒地。这个前场的任意球给到阿德里安来罚，
哎，这个球不错，传的不错啊，看看最后这下能不能传出来。哎呀，最后这脚头球金信玉是没有顶到位置。看一下武汉这边边路的传球，面对巴索科的防守，比赛已经到了75分钟。好球，这个球分给阿德里安，哎，这个球申花的抢断，于汉超等不到队友跟进来啊，突得很快，但是发现身后没有队友跟进，只好把这个步伐又缓慢下来了。阿德里安啊，申花尽可能的还是再去争取，能不能再进一个球啊？来，阿德里安跟于汉超两个人做一个配合，还是传不出来这个球。哎呀，最后这脚是传的没有传好，但是没有出界，没有出界。哎，赵明剑嘛，冲得很快，但是最后这个球没有救回来。无锡的这个传球是很有想象力的。金信玉，看一下啊，巴索科进球了，漂亮！这个镜头刚刚切过来，巴索科攻破了武汉队的球门。我今天就说这个替补的巴索科今天应该感觉会进球啊，果然这个巴索科进球了。这样跟昨天这个上港打国安那个比赛一样啊，在最后的时刻，上海的球队又一次把比分领先到两个球。没有辜负上海本土的球员跑得这么远来到江阴来看这个比赛啊。看一下这个球，直接一脚长传，非常简单，巴索科用胸部一停，两个武汉的跟进的球员啊，一个姆比亚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球员都没有追上，面对守门员巴索科非常从容的一脚推射，
在直播间的小伙伴还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 主播的 QQ 是24415755，哎呦，这一下面对巴索科这一个犯规，要给牌了，直接出了一张红牌，裁判直接给到了武汉队一张红牌，那今天这个武汉的比赛算是交代了，不但是丢球，还在罚下一个人，跟这个昨晚大巴黎那个比赛是一个剧本的。赵宏略今天这场比赛，赵宏略整场比赛都还算是比较稳定，这一下是直接抬脚踹在了巴索科的膝盖上，这个球是一个标准的红牌动作，没有的洗啊。而且赵宏略自己好像也是受伤倒地了。武汉今天是虎头蛇尾啊，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梦幻开局，没想到最后是被申花搬了三个球回去，现在还面临着少打一人的这个局面。好在比赛已经到了最后十分钟了，赵宏略这个是踉踉跄跄的爬起来，还得自己爬到场边去，这个是尴尬了。哎，这样基本上到这个时候，申花再多打一人又领先两球的情况下，可以说今天申花这个三分是基本上是可以到手了。巴索科这一下好像伤得还有点厉害，可以看到刚才赵宏略那个球直接是鞋钉踩在了巴索科的膝盖上，希望巴索科没事啊。这个赛季的头两场比赛，巴索科都是下半场六七十分钟的时候才替补出场的。哎呦，巴索科被用担架抬出了，那看看今天巴索科这场比赛是很尴尬了，好不容易进个球啊。这样暂时双方场上都是十个人啊，赵宏略是红牌下去，这边申花是巴索科下去治疗，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来啊，如果不能上来的话，应该这边崔康熙指导还是准备再换一个人吧。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把这个信号源切到 CBA 总决赛去啊，今天这场比赛看看辽宁能不能扳回一城啊。那边 CBA 的总决赛已经是开始了，上一场广东的话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就大家一致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哦，巴索科是没有事了，虽然说是担架抬下去，但是应该这个伤只是皮外伤，巴索科本人又爬回来又回来了。刚才几乎是爬上担架的，应该没事。这个那应该是鞋钉滑到了膝盖，是皮外伤。
哎呦，这怎么回事？巴索科走进场内以后又一次倒在地上了，那可能这个伤比较严重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崔康熙教练可能要先把这个巴索科给换下去吧。申花这边场上多名的替补球员正在热身，巴索科是很痛苦，应该是不能坚持了。这只是巴索科从河南来到申花的第二场比赛啊，还没有踢满九十分钟，巴索科就受伤了。阿德里安，能不能展望下一场的德比啊？下一场的德比的话，如果面对上港，巴索科本来可以作为一个秘密武器来用的，在下半场去冲击一下上港的防线，上港的防线也不算是很牢靠啊，但是今天巴索科意外的受伤，不知道下一场能不能出场啊。张明健连续的转身，能不能晃开？赶紧要出脚了，这一下两名武汉的球员的防守之下造了一个角球。直播间小伙伴没有加到主播 QQ 的可以加一下主播的 QQ， 主播的 QQ 是244-15755 244-15755。再看一下这个角球，金星宇今天是打满了全场，这个时候还在场上。再来，连续两个头球都没有顶到，球权还在申花这边。这边因为是武汉已经少打一人，现在应该是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了。今天比赛的角球是特别多，已经有13个角球了，申花这边9个，武汉那边4个。这下是冯潇霆都杀将到中场这里来了，还挨了一张黄牌。今天申花的几个球员都背了一张黄牌的身上，冯潇霆、吴曦、艾迪。再来，全场比赛已经到了89分钟，连补时也就有个四五分钟的时间啊，胜局应该是定了。好的，这个球传得很好，袁超，哎呀，这个球稍稍给大了一点点。场上的话，感觉金信玉已经跑得不是很跑得动了。
下半场比赛因为是有进球又有这个重大的犯规啊，可能会补得比较长。阿德里安这个球再回做给队友吴曦，再给到阿德里安，再打左路这一边，大宝、冉超、彭新立，给了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啊。比赛已经进入补时时间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因为今天是大家更想看这个 CBA 的总决赛，把信号是切到了今天的 CBA 赛场，给大家看一下 CBA 的总决赛。这个信号源已经到了，看一下武汉这边的反击，传这个头球没有抢到，但是后面还拿的球权还在，再来被申花这边给堵掉了。这样看一下申花的反击，三打二啊！阿德里安金星宇跑位很好，但是选择了给于汉超，于汉超这个球没有射门的机会了，选择传球，可以了，进了吧这个球。哎呦，这个球竟然没有进啊，这是必须破门的一个机会啊。武汉的防线在最后的时候出了一个大纰漏，竟然申花是没有把这个大力给笑纳下来。好在这个比分已经是3-1领先了，而且时间也不多了，这个球对大局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机会如果错过的话太可惜了。不知道有没有慢镜头给到刚才那个球啊，刚才那个球完全是应该要进的，比点球点还进。比赛到了最后一分多钟时间，看一下申花这一边又一次的反击，这边武汉已经是没有什么防守球员了，这一下是姆比亚回防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这一下吹了申花这边应该是于汉超的犯规。最后一分钟时间，再来禁区外面这个球传的踉踉跄跄之下，这样又给到了武汉这边一个角球的机会，这应该也是哎，连角球都没有啊，这个球是给到了申花这边的球门球。看一下刚才巴索科的那个进球，阿德里安快发任意球给到了巴索科，很可惜啊，巴索科进球之后没有几分钟就受伤下场了。巴索科下来也是知道这个球最主要的功劳是来自于阿德里安，主动把阿德里安举高高要抱抱，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今天最后上海申花是先挨了一棍子，但是连续给了武汉三记重拳，3-1逆转了比分，而把比分现在把比赛切到这个 CBA 总决赛去啊。
还切不过去，今天这个信号，那就放亚太那场比赛吧。亚太那场比赛的信号已经到了。看一下，现在双方比分是21平，今天比赛是打得非常的焦灼。上篮这一下，面对辽宁队防守，广东队很坚决，又得两分。下这一个球，自己传球失误了。辽宁队的界外球。